日前，据美国《世界日报》报道，周立波深夜开车蛇行，在美国纽约州长岛莱宁顿被警方拦截搜查。警方从车上搜出可卡因与枪支。如果开车以后你炸掉，我都掐死我，我只能叫我儿子出来。我儿子站在这里，他就不敢掐了。哦，这样。哦，他不敢掐我，然后呢，我儿子一进去了，他马上要掐我了。我叫我儿子不要走开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叫我儿子晚一点走，这样，然后打电话给我妈妈，给我妹妹，然后打电话给他妈妈。